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请按这个钟订阅工联业话 YouTube 频道啦。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新一集工联业话。香港近年受到极端的天气影响，包括有台风的侵袭，亦都有黑雨的情况。灾难过后，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满布疮痍，对前线的工友亦都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今集工联业话就请来工联会社区干事黄远康，以及就李长元，系啦，就一齐倾下咧。其实近期啊，就系台风嘅一啲影响啦，咁啊兼且一啲地区嘅情况，系啦。阿康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就系譬如早排又有打风啦，跟住有黑雨嘅情况。咁啊，其实你喺地区里面工作，见到前线嘅工友啊，或者个即系地区嘅情况系点样咧？當然啦，呢排咧天氣咁唔好咧，其實咧真係會增加咗好多，即係前線嘅清潔工友嗰個壓力，即係佢哋又要去清理啲街道啊，又要執啲樹枝啊，即係其實佢哋嘅工作壓力啦、工作嘅時間啦，都係大幅咁樣延長，咁啊造成咗咧佢哋都即係一個好慘嘅情況。而更慘嘅就係咧，其實咧好多咧佢哋都係一啲清潔嘅外判工嚟嘅，咁咧佢哋本身咧其實喺呢個極端天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依然咧係要緊守崗位。但是呢很多時候即使個合約定明了他們應該是要有這個的公判的補償，但是很多時候有些僱主都會側側膊，又當作沒有了件事，甚至我們上年跟黃國理事長和郭偉強立法會議員搞了一次的記招，都發現做了一個調查，就發現有四成的外判工友其實都不知道原來他們在八號風球上班的時候其實可以有公判的獎勵，我覺得這一方面目前即是對於很多的外判清潔工友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公平，希望其實政府一方面一定要加強對這些清潔工友的宣傳，讓他們知道自己合理的勞工權益的保障，另一方面亦都要督促僱主不要側側膊走數，希望為他們這些清潔工友帶來一些應有的獎勵。沒錯，因為你本身就在將軍澳區那邊，其實在前線工友的情況呢，除了是一些他在打風期間或惡劣天氣去工作呢，會有一些的額外的一些津貼啦，但是最關鍵呢應該就要在安全的情況下呢才是僱主怎樣去確保他們呢是上班是叫做安全情況下可以上下班呢都是有一個的安全的情況，因為有個別的機構呢或者是一些公司呢是需要提供可能是一些專車啦或者是有一些的車費的津貼呢才是較為合理多一點的。沒錯，是的。阿元啊，其實你本身就在即係講到東區啦，咁啊，其實喺早排喺打風嘅情況，你又睇到啲咩咧？其實喺打風期間咧，講到東區就有幾個地方就近海嘅，例如柴灣啊、杏花村嗰啲地方啦。咁杏花村都係香港即係每次打風，香港人會受關注嘅地方啦。咁喺柴灣呢次個案啦。咁就明知道有一個停車場就比較即係室內停車場就即係落雨啊、大雨啊，啲水就會浸入去嘅。咁咁相關人員咧就喺打雨落雨期間冇去提前做準備啦，咁啊令到嗰個停車場咧係水浸，咁啲車咁當然就壞曬啦。咁我想建議就係，平時打風落雨前，咁明知道有呢啲咁嘅地方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希望啲相關人員可以就提前做準備啦，唔會令到即係多啲嘅損失，係啦，防止多啲嘅損失。咁仲有就係某啲地方係啦，水浸啊，keep 住都冇咩人，冇人嚟整，咁因為我哋就去了解過嘅，咁就有啲商場啊出邊好多水啦，咁啲市民就投訴，咁我哋收到我哋過去睇啦，咁
就我哋就聯絡咗商場人員同埋相關人員同埋路政啦，咁去睇，咁點解問題係咁樣嘅？點解一直冇去整？咁兩邊人員都話啊，嗰、那個地方係屬於佢哋管嘅，咁又將另一個問題又拋俾佢，所以 keep 住個問題冇去解決啦，即係所以咧，係要點樣去即係協調雙方啊，即係一齊達成共識之下咧，就去處理問題咧，呢個先係最重要嘅。係啊，即係我哋都即係收到市民求助，都想盡快令到個社區變翻正常啊。係，冇錯冇錯，係啦。咁啊，除咗喺社區上面即係頭先提到係災後嘅情況啦。咁平時喺社區裡面，你有冇啲乜嘢係睇到嘅？一啲譬如或者係而家正進行緊嘅一啲改善工程啊等等啊，正進行緊嘅，咁例如就即係東區就長者多啦，係啦，咁我哋都有向相關部門提出話增設多啲即係。在村啊連接村的地方咧，增設啲扶手電梯啊。咁相關部門都很快俾出個答案嘅，即係但係實行咧就比較慢啲，但係俾出意見就快啲。咁就希望可以盡快即係快啲完成呢、這個嘅呢個工程係啦，咁因為長者平時我哋見到啲長者啊，即係一抽兩抽買完送翻屋企，行樓梯上去都比較辛苦嘅，係啦。咁我哋工聯會咁就經常都會將呢啲情況係啦，向相關部門提出係啦。係啊，冇錯啊！我知道港島東區咧，即係上山嘅位置咧都比較多啲。係啊，咁啊，如果好似呢、這個。筲箕灣上面嗰度係叫耀東村，係耀東村，即係嗰度都已經有一啲扶手嘅電梯咧，亦都舒緩到一啲年長嘅人士嘅行路嘅或者係上山或者翻屋企嘅一啲情況啊，係啦，咁啊，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提升啦，咁啊，希望咧即係政府相關部門或者係即係。即係一個係啦，相關部門咧就去盡快去做一個處理，咁啊同埋咧即係去做一個安排咁樣。係。係啦，咁啊阿康，咁啊頭先提過啦，咁啊你喺將軍澳區，咁啊你又喺地區嗰度又睇到啲乜，或者係喺而家啊有冇啲乜係進行緊嘅一啲工作咧？其實咧今次咧打完風之後咧，其實咧同阿袁有啲相似啊，就係咧我哋有好多嘅長者咧，其實都揾我哋求助。點解要求助咧？就係因為又打風啦，又落雨啦，其實咧令到佢哋好多咧要覆診嘅人咧，其實係冇辦法去應診啦。咁於是咧佢哋就要揾我哋去幫手啦，幫佢哋再預約其他嘅時間再去睇醫生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將軍澳咧本身嗰個醫療嘅系統啦，其實咧係唔夠完善噶，咁嗰個名額啊，好多時咧都係偏少，特別咧係將軍澳嘅牙科嘅名額咧更加係極少啦。咁啊，將軍澳醫院咧亦都經常爆滿，病床咧亦都係經常係即係嗰個使用率咧係超過100%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工聯會啦，其實成個將軍澳服務團隊咧都好關心咧，就係將軍澳嗰個醫療嘅發展嘅問題。咁我哋亦都係即係最近啦，其實亦都同醫管局啦嘅相關嘅官員啦都係。會面嘅，咁希望咧即係盡快咧擴建翻將軍澳醫院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定要同衛生署咧一定要反映呢個問題，就係咧要增加翻咧將軍澳南嘅牙科診所。咁啊，希望咧即係照顧翻一啲喺市區嘅一啲嘅長者啦，即係睇牙嗰個嘅需要。其實我知道咧，即係我哋工聯會啊，其實都係好關心牙科呢一個議題嘅。即係最近我哋都係不斷咁樣宣揚，我哋希望有一個牙科嘅醫療券啦，亦都要增加咧一個喺內地嘅。可以俾港人去使用嘅一個牙科嘅一個嘅服務中心，咁啊等到咧我哋香港嘅長者咧都能夠可以即係照顧好自己嘅牙齒，咁啊可以更加確保到自己嘅健康。咁我希望呢個都可以既係我哋將軍澳一個地區議題，亦都係一個全港性嘅一個議題，就係希望即係長者嘅健康啦，同埋嗰個嘅福利可以進一步提升。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頭先兩位都有提到就係。
民生又無小事嘅，咁所以咧每一項咧都係對市民咧係即係一啲服務嘅提升服務嘅或者係佢哋嘅生活嘅水平咧嘅一啲措施，咁啊所以希望咧兩位咧就繼續努力就做好地區嘅一啲工作啦。今日咧嘅工聯熱話嘅時間又到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